当当当，OK，我们就离开了 Lost Tower，OK，然后现在呢，我们离开了 Lost Tower，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一些事情要做才可以离开这个 Solution Town，就是呢，我们需要来到这里，跳出格，跳出格，OK，跳出格子，算了算了，OK，重新走过，是从这里下去。因为你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小盒子的话，可以给你 showcase。OK，首先呢，不是给你 showcase，还会给你不懂什么东西，我忘记了。我们先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OK，就是那个小盒子啦。有时候我们先去这里看看。这里应该有东西，OK，这里有个 rebel，这个山洞呢的 Pokemon 只有一种，就是 Unknown，就是 Unknown。There's something really weird about this room. That's why I like coming here. But come to my house later. I will give you some nice shoes. OK，就是他会给你一些 shoes，这个山洞里面，它只有 unknown Pokemon，就是未知图腾，中文名字叫未知图腾，它是 unknown。OK，等下我们一定会遇到一次的，这里有个 trainer。This place is teeming with unknown. OK，就是这个 unknown，它是叫 unknown 吗？OK，我读它叫做 unknown 啦。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meaning to this. The truth is out there. I will start my search by battling you. OK，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看 Pokemon Diamond 的那个电影？那套电影它就。就是有皮兰蒂娜，雕哥抛哥，就是雕哥跟抛哥战斗的那场电影，我忘了叫什么名了。然后有噩梦神，就是 Darkrai 出现，然后其实呢，那时候就有出现很多的 unknown 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懂那是什么鬼东西。总之呢，那时候就出现了很多 unknown，然后呢，还有就是出现了很多 unknown 之后就，然后。雕嘎时空之神和抛嘎空间之神就战斗了起来，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又给了天啊跑，好像没有给了天啊哦，然后 Darkrai 就是噩梦神就出现来阻挡他们，然后呢，如果你想知道这套戏在说什么，你就自己去看了、啊，我说的会越说到听到你一头雾水啊，所以就这样了。What? OK. Rock Polish 呢是增加自己的速度，增加自己的 speed。然后我们用 Pursuit。虽然我们对手 Geodude 的 speed 已经很快，可是还是输给我们的 NMP， 因为我们的 NMP 是速度非常非常非常快的。Bronzor 的话，我们就用。用姐姐吧。哦，对了，上次我们是拿到一个 TM27 return 是吗？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教我们的雕刃。Bubble Beam。Impression。我到现在目前从玩 Pokemon Diamond 不胜到现在，我还不明白 Impression 是什么操作的，我不明白 Impression Angel War 是什么意思，是怎样操作的哦。Rain Many Cloud。OK， 然后我们现在来教我们的跳刃用 TM27 Return。这招是什么招？它是说 A power。
A full power attack that grows more powerful than more the user like is trainer， 就是说呢，这招呢是，比如说你叫跳刃，跳刃越喜欢你的话呢，他的攻这个 return 的攻击就越强了，是非常好的一招。所以到最后他的 return 可以说是我们的 return 呢，可以说是，就是100%击中，而且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的攻击力是你的 Pokemon 越喜欢你，你就他的攻击就越高。然后刚好我们的跳刃是非常需要这招，我们就让他忘记掉 Stewing 吧， Stewing 毕竟是不是他的强。OK， 我看我们先忘记掉 Deco 先 ，Stewing 迟一点。OK， 所以我们学了 Return。好了，那么先看看。OK， 这里有个 Escape Room。然后我们就下去。OK， 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再下去。哦，这里很深哦。不是很深，就是很大。OK， 这里有个 Big Mushroom。没有东西。OK， 我们应该要遇到 Unknown 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不明白为什么。哎，等等，我们这条路是来过的吗？哦，没有。OK， 这里是 Solution Rings， 看到吗？上面他写的，这里是 Solution Rings， 然后这里有很多的 items。哦 ，Unknown， 你出现了 ，Unknown， 你终于出现了，呜。Hello， 你好，他的中文名叫未知图腾，他是超能力系的 Pokemon。然后呢，我们用，因为我们要抓他，所以就不要用 Dark 态，因为你用 Dark 态的话 ，Super Effective 他就死了，我怕他会死，所以就不要 Super Effective。他只有一招 ，Unknown 只有一招，就是 Hidden Power，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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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他只会 Hidden Power。再拍到一次。OK。我们用个 Pokeball。No way, no way, no way。其实 Unknown 呢，它有很多种形状，它的形状不只是这种，不只是这样子的，还有问号形的，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It's super effective。好，我们 Pokeball 用不着就用 Great Ball。很好 ，OK， 成功 ，Yes。成功了，成功了。他是超能力系 Physics Type Pokemon， 然后呢 ，Nickname No， 他只是抓爽罢了。我们没有把他当成我们的 Team， 我们只是抓爽。然后呢，这里有一个 Mind Plate， 对 ，OK。When the universe was created, it should become this plate。OK， 我也不明白 ，Mind Plate， Intense， OK， 很好，我们找到一个 Rare Candy， 很好很好。Nugget 呢是一个拿来卖的东西，它可以卖非常高的价钱，它只除了拿来卖，没有其他用途了。Unknown 你又出现了吗？我们来看看 Unknown， OK， 我们竟然遇到两只。同样形状的 Unknown 有
很多种形状了，很多种各种各样的形状。我们竟然连续遇到两只一模一样形状的蓝诺。好了，那么大家我们下次再继续了，拜拜。